是老王。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奥特曼格斗神话。今天我们让大家看看咱们的蓝凯迪迦奥特曼的超级必杀技光之进化。这个必杀技是迪迦的终极技能，非常的厉害。不管你怪兽或者是什么东西还有多少血，他只要一个大招过去就能把他给打得灰飞烟灭。看看对面的暗黑魔人已经没有了，被他打消失了。好，看一看这个幽灵雷德王。好，咱们准备这个超级必杀技光之进化走你。看一看这个超级必杀技过后，这个幽灵魔王还能剩下什么？别计较成与败，结果如何？放开手就是干，俗话就是渴。应该是灰灰烟灭了。太厉害了，这一个必杀技，简直就是作弊啊，是不是？我是老王，喜欢老王的小伙伴记得点击订阅。或者点亮下方的小爱心，给老王一点小小的支持。老王在这里给你们抱拳了，谢谢你们。